大家好，我是古野修三。这个视频呢，咱们紧急做一个风险提醒。这个风险提醒是什么呢？大盘跳水，而且呢，今天大概率是要收在五均之下的，也就是说呢，上证指数是要破五均的。那么破五均意味着什么？首先呢，先表达自己的主观观点，然后呢，再从技术角度来进行点评。为什么？风险提示的话呢，首先如果说整体仓位比较重的，那么今天盘面大盘只要收盘收在五均之下，整体仓位来讲是要减一减的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？以及在后面什么条件下仓位呢才可以再加重？第一，当前的话呢，咱们从在它没有突破上方的反压趋势线以来，3731.69，然后的话呢，高点和高点相连组成了这种反压趋势线。反压趋势线的话呢，当时对它对指数的一个判断和跟踪呢，是属于这个位置呢，对应的它是走的是一个日线的一个先端上，日线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位置呢，它是属于一个五分钟中枢呢，而后呢再向上突破了这样的反压趋势线，突破之后呢，五均不破不看空，这是咱们前面基本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连续两周的时间的一个基本态度，就是对于上证指数，对于大盘来讲，只要说五均不破，原则上技术上不看空。那么破了五均怎么办呢？那么从它前面，因为它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？它已经沿着五均线的爬升过中呢，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，然后呢缓涨，然后呢有两天的加速，然后呢急涨之后又缓涨之后呢，咱们前面讲过的一个视角，缓涨之后经验之谈，后面呢往往对应了急涨和急跌。那么如果说五均不破，这种情况下呢是没有必要太担忧的，指数还是比较稳。如果破了五均就要防范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应对视角。然后呢，从 MACD 的维度来讲的话呢，那么当下它呈现的是30分钟顶背离和60分钟急跌。顶背离的一种状态，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，个人认为整体仓位比较重的，那么呢自行考虑降一降仓位。好，这是最核心的一个视角。那么降过仓位过之后，后面的一个做法的话呢，防范的是如果说盘面这个位置呢一旦出现急速的一个向下调整，万一出现这种情况，那么呢你能够有一个灵活的一个应对。第一说呢，仓位及时的降一降仓位过之后，后面如果说真的出现急速的调整，那么调整过之后呢，调得急调之后呢必有反弹，然后呢把握新的机会点。如果这个位置呢它走法呢比较纠结一点，没有出现急速的调整，而是呢有一个反复，但是它也改变了原先的这样的一个单边上的一个结构，改变了单边上的一个结构的话呢，那么后面什么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走法的话呢，那么对应的保持仓位的灵活，然后呢再去挖掘局部的机会。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出现，就是可以去增加仓位，或者是仓位再一次的搞起来呢？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视角来看呢，就是用更大的一个维度。更大的一个维度的话呢，因为对应的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，用日线的视角来看，这是一个日线的先端上。好，日线先端上的话呢，那么对应的其实呢，对于上证指数可以用这个维度这样的视角来去看，就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延伸。日线级别中枢延伸的话呢，那么对应的当前的一个表达或者是接下来观察的节点是什么呢？如果说它走出了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回撤，列出呢走一个日线级别的先端下。好，日线级别先端下的话呢，它能保持在什么位置呢？在3450的上方，就是落脚点在3450上方，同时呢能够走出一个日线的先端下的一个结构之后，在这样的节点，哎，可以什么？可以把它重新仓位偏重一点的去看好，或者是去布局，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视角。那么如果说走出一笔下出现强底分的时候呢，哎，可以把挖掘一个局部的机会。如果说走出这样的先段下之后，这个先段下的话呢，它对应的最好落脚在3450上方，那么这是一个先段上，然后呢对应一个先段下，这个先段下的力度呢和先段上的力度相比较来讲，反弹是强的，回落整体来讲是弱的，这种情况下呢才可以仓位重新再加重一些。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，那么今天盘中这样的一个，尤其是下午盘这样的一个跳水过之后的话呢，那么今天大概率是要收在五均之下。收在五均之下的话呢，那么对于整体的一个仓位来讲，因为具体来讲，即便行情下跌，即便市场走弱，那么它也是会有局部的个股有机会。但是呢，从整体仓位角度来讲，从风控的角度来讲，一定把整体的仓位降得低一点，降得更低一点，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灵活。好，这是对于大盘的一个态度。而且从板块的一个视角的话呢，例如说近期其实板块轮动还是比较快的，例如说像昨天领涨的有色、钢铁、煤炭，那么今天呢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调整，但是它也跟期货市场那边的一个下跌有一定的影响。
同时的话呢，例如说像今天锂电池盘中高潮高潮过之后的话呢，今天也是更多的股票呢其实是属于冲高回落的一个剧情。好，那么对应的话呢，这是大的一个方向，大家呢可以警惕一下或者是控制下整体的仓位。那么具体个股呢，当然要具体分析了。具体分析的话呢，那么对应的时间因素呢很难做到全面面俱到。那么如果的走势结构还保持完好的，或者说呢还是呢按照一定的缠论视角，买卖点卖，按照这样的交易节奏呢去应对。但是呢要注意整体仓位要降一降整体的仓位。那么让自己，那么有朋友可能会关心这个节点什么仓位是合适的呢？很简单，整体的仓位，例如说呢咱们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视角和判断。那么在五均之前，就是呢五均不破之前，在这样的单边上的一个节奏当中，那么仓位的话呢，只要说把握，因为市场也是属于结构性行情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局部有机会，局部是风险。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呢，只要说方向选择的不错，没问题，然后个股的话呢还可以，其实呢仓位在什么，在那个不管是四到六成也好，还是说呢六到七成也好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合理的，或者说呢都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种应对。那么破了五均之后，五均收不上来，那么呢仓位控制在什么，控制在列说呢整体的仓位来讲，控制在什么呢，控制在五成以下，控制在什么呢，列说三到四成足够了。等它这个位置，要么后面的走法呢，它的剧情来讲，像今天它就是一个节奏的变化。前面我们来看，沿着五均单边向上爬升，单边向上爬升的过程当中的话呢，对应的它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一个，像今天这样的调整是近期以来的第一次。第一次过之后呢，它后面的剧情有两种，第一种来个急速的一个往下，这是一种剧情。第二种剧情的话，这个位置没有急速往下，这会震一震的话呢，那么对应的它也容易做三吃，而且呢高标的个股，尤其是近期强势的个股当中，它后面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补跌，前面涨得有多疯狂，后面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。但是这是第二种剧情，后面呢不排除震一震之后呢再往上冲一下，然后呢再往下。但是防的是什么，防的是急跌。所以说呢，第一，整体仓位适当的降一降。第二的话呢，如果说个股本身结构没问题，然后呢列出沿着均线，沿着五均线的爬升，量价齐升，五均不破，你守一下五均就可以了。列出呢对应的按照缠论结构的一个视角来讲，买点买，卖点卖，独立应对就可以。但是不要任何一只个股过重的仓位，整体的仓位呢不要太重，避免呢一旦出现急促性的一个调整呢，避免自己应对不过来。尤其是对于很多股友、很多散户来讲的话呢，自己的手边的股票一大把，然后的话呢仓位呢无形当中又特别重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急促性的调整，基本上就属于被闷杀的对象。那么今天是第一天，那么呢调整的第一天破了五均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还是因为咱们在上周末就讲到呢，接下来是且战且退的一个策略。那么今天既然说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，可能呢有的粉丝朋友会觉得修禅是不是太谨慎了，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，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。好，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，只是一个个人的经验的一个视角，就是整体仓位降一降。好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，欢迎记得留言点赞。好，再见。